我跟美宝很小就认识了，同一栋楼啊，上下层。那这么说，你们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啊？居然在同一小区里搞婚外情，胆子可真够大的。林大三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才华，他觉得他娶了我，那我的作品就是他的作品。大三哥，你真的很喜欢偷东西？钟美宝愿意跟你分手？当然不愿意啊。所以他的死跟你有关系？